零标题，暴跌3500亿。2017年宣告重组回 A 之后，主打互联网安全，以杀毒之名的软件公司360，在资本市场曾有一段极其高光时刻，当时借壳股连续拉升18个一字涨停。若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18.2亿元，故本次回购资金下限人民币100万元，资金上限人民币150万元分别进行测算，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为0.77%到1.5%。截至本公告日，近12个月内除上述集中竞价交易外，2021年5月26日至7月9日期间，上海观音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0、185、0股，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.54%。